鸡里花是冰激凌的，你们都看过了啊？我不一样，我不一样，我要整点酱汁。哎，就什么烤肉酱、炸鸡酱、蛋黄酱、火锅酱，先来那个最经典的麻酱啊！我看一下那个。咋了？蛋黄酱是热的，但是沙拉是减肥餐啊。所以蛋黄酱拌沙拉。哎，哎，同理，咱们再把低脂又健康的炸鸡酱、酸甜酱、牛油果酱、火锅酱摆盘，最后就可以蘸酱开吃啦。